会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来。他们需要这个，这回一定能钓上来。看这回的，等着瞧吧。看这回的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一定是条大鱼。快去叫大家帮忙。怎么样？谁说我钓不上来呀？奇怪了，难道瓶子也吃鱼饵？破瓶子，去！我不是破瓶子，我是一个魔瓶。对，其实我是住在瓶子里的。怎么说呢？妖怪。我说也行，但我是一个能满足人们愿望的好妖怪哦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对呀，我在瓶子里待了一年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谁要是捞上我来，我就满足他一个愿望。有人捞到了吗？没有。到了100年的时候，我又想，谁要是捞上我来，我就满足他100个愿望。运气可真不好啊，今天被我们捞到了。而现在我已经被关了1000年了。讲了1000年呐，得满足我们多少个愿望呢？好像有点不对头啊。我现在就放你出来，可说话要算数啊。当然了。别绑，别绑。快堵住。多么新鲜的空气呀、这么多的味道我好久都没闻到。大人的味道。小孩的味道。大人的味道。小象的味道。真不错。这个小孩该洗一洗澡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你连魔瓶的故事都没有听过吗？不知道。没有。故事是这样的，从前有一个人在海边发现了一只瓶子，他把它捡了起来，将瓶塞拔开，没想到把妖怪放出来。他也说了刚才那家伙说的话，跟我们一样。对，其中还说了最最重要的一句话。说的是什么？妖怪说，你来得太晚了，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现在我要吃掉你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看来他今天的胃口也不错呀。好吃。难道没有办法了吗？有，在故事里那个人就把妖怪就关回瓶子里去了。他是怎么干的呢？他是怎么一股坏主意的味道啊？是不是想像故事里的那样？你们对我说，你的块头怎么那么大呀？怎么可能住在那么小的瓶子里？我就说你不相信，那我就钻进去给你瞧瞧。然后我就呲溜一下钻到瓶子里去了，你们再把瓶塞子一塞，对不对？原来是这样。那个故事我也知道，所以现在，怎么人都不见了？千万别出声，这好像是个小妖怪，有点傻乎乎的。反正你那么脏，他肯定不会吃你的，别怕啊。快看，说不定他是个不吃人的好妖怪。快看，
真香啊，可是我还差那么一点没吃饱。给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不用客气。要是你能陪我聊聊天或者陪我玩一玩的话，我就不会感觉那么饿了。真的？难道你不吃？你是说吃啊？当然不。哦，太好了。那现在你们是不是可以？当然，我喜欢聊天。我们和你玩。太好了，我希望你们能够说话算话才好啊。我是天下钓鱼第一高手，第一次我钓了一条这么大的鱼，第二次这么大，第三次这么大，还有一次这么大。看怎么样？真有意思。怎么样？他们都挺高兴，狗妖做出十个人的饭菜来。还有一条更大的鱼，还钓上来一条鱼，不知道鱼有多大。好玩好玩，真好玩。快看着他们多有意思啊。起床了，起床了。我现在宣布，今天你们好，今天咱们还接着玩吗？小朋友们，不，你总是缠着我们，还不如把我们吃了呢。你们说话不算数啊。你为什么不吃？你就是太害怕寂寞了，是不是？也是啊，一个人在魔瓶里足足待了1000年呢。是啊，我们不能老陪着你呀。是啊，你得学会自己待着才行。自己那跟待在魔瓶里有什么区别？有一种东西不会让你寂寞的，这就是音乐。对了，让音乐陪着你，你就不会觉得寂寞了。音乐是什么呀？别急。你听。还有呢，你等着。你听，这里有我们演奏的所有好听的曲子。太好听了。好了，快点过来吃饭吧。他还真喜欢音乐。这回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来。看，有了。我是一个魔瓶。又一个魔瓶。你是怎么钓鱼的？又一个魔瓶妖怪吗？你不会像他一样怕寂寞吧？我已经在瓶子里待了2000年了。2000年。别着急，让我来想想办法。他
爷想留下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跟他商量好了，我们要带上留声机一块走，因为有了音乐大海里的所有魔瓶妖怪就不会寂寞了。这真是个好主意呀、所以现在该说再见了。再见，再见。